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又来熊猫基地耍了。这次是最特别的一次，因为我和兄弟们一起来耍。我今天在熊猫基地看到了与之前不同的熊猫，好像是九节狼，是吗？没错，那是小熊猫，然后因为尾巴有九条环，所以叫九节狼。九节狼。然后我们还看到一个特别小的，就刚出生那种的熊猫，特别小，然后跟特别小，但是他们听那个哥哥说，他们在一个月之内，我都说在干嘛？我这次还看到特别小的，就刚出生的那种，但是那个哥哥说他们能在短时间内长得很大，感觉特别神奇。然后我们现在出来了，我们耍完了，现在我要跟兄弟们一起吃好吃的喽。如果 boss 们有啥子推荐的好吃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。